达达崇高的话语。在慈善的账户中，你们得到了十倍的果实，所以一整天记下你积累了多少。在慈善的账户中，通过你的思想语言关系和连接，作为一个慈善的灵魂。甚至通过你的心思服务积累慈善的账目，你们能够在慈善的账目上积累，通过你的语言给脆弱的灵魂带来快乐，通过使得痛苦的灵魂意识到他们的荣誉，通过把热情和热忱放进灰心沮丧的灵魂，通过用你的语言把热情和热忱给灰心的灵魂，使得灵魂在关系和连接中，和你的关系和连接中体验到你崇高的陪伴的颜色。你们在这一世积累了这么多的慈善，你们半个周期都吃那个慈善的果实。另半个周期，你们把痛苦的灵魂从他们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通过你的无生命的形象创造的氛围，把痛苦的灵魂从他们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你们变成解化者，因此巴布达达持续看着每个孩子的已经积累的慈善的账户，孩子们，爸爸一直和你们在一起。Om Shanti, October 6, Mercy. Om Shanti, 仁慈的给予者，通过氛围和态度服务，仁慈意味着给予软弱的灵魂们力量和勇气。灵魂们的痛苦思想一定会到达你们这些快乐的给予者灵魂们这里，就像他们正在经历痛苦的波浪。同样的，让那些现在必须要做些什么的特殊灵魂们有特别服务的波浪，并且一定要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你们每个人都检查一下你们的检查表，
看看你们做了哪些额外的事情，浪费多余的事情。普通的服务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但在当下要特别注意，通过氛围和你们的态度来做服务，创造特别的时间，成为一个特别的灯塔，给这世界的灵魂们带来光明和 Sakash。 Make special time, be a special lighthouse, and give light and Sakash to the souls of the world. Om Shanti. Om Shanti, welcome to Om Shanti. 欢迎来到 Avyad Parivar. 今天是五号，仁慈的给予者。今天的主题通过氛围和态度服务。现在我们来听 Didi 讲课。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大家好。首先，我想要 Happy Day of Victory or Dashera. 说，这个十圣节快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在庆祝了九天的女神节之后。今天我们作为第十天来庆祝，我们庆祝胜利。整个印度都在烧 Ravan 的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灵性的，我们必须要烧掉所有的我们内在的 Ravan 的灰烬，所有罪恶的。罪恶的痕迹，让我们开始爸爸所说的贡献、慈善，有许多类型的慈善。但是最基本的人们做什么呢？都是身体层面的，物质层面的，给予钱，帮助穷人，送衣服，有许多类型的慈善。这是基本的，因为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就得到这些帮助。但是爸爸在说的是最高类型的慈善，现在积累慈善的账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的行为、崇高的行为、慈善的行为，所以爸爸在表述这个慈善，描述慈善。我们发现在我们所有人之间，任何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需要更多精微的东西。爸爸说给予他们力量，帮助他们增加热情、热忱。那个并不是从语言上发生的，
那是非常精微更深的。如果你要种植一个植物，你要把它放在一个环境，种在一个环境中。我们还不断地把这个植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有的人类，你发现这个氛围，无论是在世俗的家还是爸爸的家，无论我们在哪个家庭，这里都有爱的氛围吗？当有爱的氛围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支持滋养，我们发现孩子带着许多爱成长的。同样的痛苦，所以爸爸想要我们做的是被称为是人慈善的行为，要创造那样的震波和氛围。然后爸爸说，通过你的态度思想，这是非常精微的。非常有趣的是，因为慈善的行为被说成是它应该是隐秘的、不张扬的，这是他们就是隐秘的。如果你有自然的宁静祥和的个性，无论你去哪里，都会发现安宁的波浪。因为立即，无论你的美德主要的个性是什么，你就会散播那些。不是说我能够给予你什么呢？只是因为你的非常宁静祥和的状态，那你的个性就会改变那个人的心思。爸爸说，这是痛苦的世界，你们要创造快乐，所以通过思想的慈善，爸爸说，那就是为什么这整个月我们都在做仁慈的给予者这个主题。如果你把任何人的行为保留在心里，你都不能够给予，那就是最后一刻。所以我对那个人，那个灵魂的眼光，那个灵魂会感受到你的震波，就带他去灵魂永恒的家。即使是通过语言，祝福的语言，这需要时间，从负面消极到正向积极，从普通到崇高，这需要时间。但是你想想这个灵魂需要什么，不是想他有什么，把那个给予祝福给他们。不要想着那个灵魂不是那样，但是我需要给予。如果这个灵魂的习惯不是很诚实，那你就不断地说，哦，这是一个这么诚实的灵魂。不要想着你的眼光是错的，
transformation. 因为你的眼光会创造转变，然后这个灵魂就会变得诚实。我知道有一个时间在这个雅加，那个时候大家都彼此分享祝福。我们还没有到达那种，我们说好的话语啊，通过行为的慈善，许多不同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帮助他人。某些地方，我们的氛围和态度真的是通过我们对其他人的关心来分享的，所以慈善的行为将会一定会创造氛围和震波，在那些地方脆弱的灵魂会得到力量，那些失去热忱热情的会被激励。无论灵魂需要什么，灵魂都会收到。我想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作业，我们所有人从早到晚都应该说，都应该看一下，我今天是一个慈善的灵魂吗？爸爸说，积累慈善的账目，通过思想、语言、行为。我想，大多数你们都知道 Raven 的那个形象呢，他们做的那个是有十个头的。他们说，如果一个头砍掉了，它会再长回来；第二个砍掉了，它会不会回来？那是真的，对吗？但是最后，在某些地方，他的身体被击中。有的知道他会被 Rama 打，有的人说，我想要杀掉 Ravan， 我能够去到解放。Because he did so much tapasya. 他做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 tapasya， 当他做 tapasya 的时候，他就做得到了许多的祝福。得到了 Shiva 或者是 Brahma 的祝福，他们有许多许多的力量。但是对神没有认知，没有接纳神，或者是奉献给神，他们的这个 ego 小我那么大，使得他们不能奉献。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十个头的上面展示了一个驴子，代表的是愚蠢，因为小我，他就不能奉献。You don't get defeated. God doesn't want anyone to be defeated. 因为他有那个小我，所以他就失败了。So it's not only one, but whole world, if you see. 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整个的世界都在极度的罪恶中，不是一点点的愤怒。他们称之为"马匪愤怒"，
就是特别的愤怒。So it is, Baba calls it kingdom of Ravan. Baba 称之为 Ravan 的王国。Baba 来建立神的王国。And all of us are Baba's helpers. 我们的所有人都是 Baba 的帮手。我们是猴子吗？啊，因为猴子帮 Rama。是的，我们是是猴子。你们曾经像猴子一样，你们来使得你们值得坐在被膜拜的寺庙里。猴子有许多的牵挂执着。猴子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会复制，无论别人做什么它就照着做，整个的世界因为这个人在做，所以我就要必须做，那个人做我也必须做，我们就在不断的复制他人，一切无论是食物服饰，一切都是在复制，没有我的舒适，没有我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像那样，所以我也想成为那一部分，我不想看起来很奇怪。当爸爸来的时候，他说，不，你有你的自尊价值，你有你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过你自己的纯洁尊严高贵，那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从猴子变成神人。猴子的这个司令是哈鲁曼猴神。Because humility comes from our own self-respect. 谦虚来自于自尊。Victory is with God. 他知道胜利是和神在一起的。So he used to smile every time. 所以他总是笑，微笑。他知道这是戏剧的一部分，肯定有胜利，所以我们所有人，即使我们有不同的情况在了结因果账目，有一些事情发生，总是要记住我们和神在一起，我们在服务，我们奉献给他，所以就有胜利。所以今天是想一想胜利啊，来庆祝胜利，在内在烧掉所有的 sanskar， 无论是什么，在瑜伽之火中烧掉，在最后。你对看着内在的神圣纯洁还有慈善的账目，就像爸爸说的，灵魂是仁慈的，是祝福的给予者，一整天都有那这种内在的胜利。我们说自我转变带来世界转变，如果我改变，世界就为我改变。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仁慈的祝福的给予者。Om Shanti。
dear family. Oh, 上帝，亲爱的家庭。Of the earth. I was appreciating today. 我很欣赏今天分享了爸爸的知识。和两个学生分享了爸爸的知识，在那之后，想要庆祝你们所有人，祝贺你们所有人已经变成了 Brahmin， 不只是因为你认清了爸爸，还有爸爸的知识。有时候，当你给予某个其他人的时候，你就意识到是多么的深。当人们来听到这个精致的这部分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仁慈。也许每次这个氛围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都认知到了，理解了爸爸的知识。晚上好 Mohini 弟弟，祝贺你的胜利。我仍然在问问题。回到昨天你说的很有趣，后悔不会带来力量，认知会带来力量。所以我真的不应该后悔，这是必要的吗？Right. Yesterday you said. Yeah, that I. 昨天你说。Repentance doesn't bring power. 后悔不会带来力量。Realization does. 但是认知会带来力量。我自己在想，如果我，后悔，因为我认识到我犯了一个错，我不认为这样。因为爸爸不喜欢我们后悔。Brahma爸爸有一次就有个姐妹犯了一个错，爸爸说，你不认为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所以他的脸就有点悲伤，他就感受到我不应该这样做。爸爸说，在戏剧中能够有错误吗？所以那就是弟弟曼摩黑尼。他说，不，戏剧是完美的。问你为什么感到悲伤呢？那我们的认知要超越那个痛苦。我建议，就像我说到的，对那个灵魂，如果你说了什么，那个灵魂不喜欢。那个伤痛在哪里？对我来说，我会立刻给那个灵魂发送许多良好的祝愿。不是我想要那么做，它就这样发生了。还有很多小事会发生，我们称之为戏剧放下。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是后悔。有件事情我在想，就是一些外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I was very definitely there. 在和平村。我想的是。The flame didn't come out of the machine because it was burning the iron. If fire would have come out. 火不是来自于外在。Everything.So I was really thanking Baba. 我真的感谢爸爸。只是那个火只是在那个机器里在燃烧。The flame didn't come out.
You know, of course, 这个火焰并没有烧出来。 很好的是，布米在上面，那个是及时的，我们都出来了，跑出来了。那个它必须要发生，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学会一课，也有些了结。我在想着。 在那之后，我对和平村的居民们说，有时候有些情况他们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戏剧和爸爸如何使得他变得很小，所以在我们之间有些情况会发生。我记得我对尼摩尔兄弟说。 我过去曾去医院许多次，他去医院了许多次，然后他又回来了。现在呢，他能够应对他的身体，无论什么障碍来了，我都了结，而不是说我为什么这样啊，真的得到了激励。 任何事情发生，我们都应该说，哦，OK，这是神在了结，而是不是去受苦，我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因果，所以有很多人都有这些思想，但是这种戏剧的意识是在了结，这就结束了。如果去想。 想很多的话，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一个人没有得到这种允许去纠正某人吗？许多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许多事情。 Not sure if Didi is still listening, but if it's something that again that keeps repeating, influences or affects the center or whatever else. Yeah, yeah. See, that is why everyone has to be alert because 我遇到一个客人，我说是那里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个有位妈妈在那里扑火，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火的烟味啊。仅仅那样，我并没有进入细节。 left it on, or there is possibility it was old machine, timer didn't work, why it didn't stop, you know, there could be a lot of reasons. 所以那里有一些机器火没有停, but then after that now, 在那之后, inspector comes, they're doing a lot of fixing, 现在他们, whole building, everyone's room has fire or not. So I think 火的报警器，每个房间都有，所以在那之后，我们就在这里缺什么就准备了什么，然后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一件事情与整个的那个。 兄弟说，有时候你发现你们的报警器有报警，所以那不仅仅是在那里，就是在和平村的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这个
火警报警器。When I was going to bed that night, and it was a little late because it was the last night. 那天晚上当我睡觉的时候，那天晚上有点晚，有一个进修营，在同样一层，我能够听到这个火花的那个噼啪噼啪声音，就好像是那个电池在报警，需要改变。我在想着，我只是这里的防卫者，那其他人会做事，所以我就睡了。很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姐妹来自于纽约的，她说我闻到了一些什么味道，我就告诉这个那个，他们说没什么，就再一次的对我来说，这行为是重要的，因为那个姐妹就像是，她说她要去敲某个人的门，她就去敲了一个姐妹的门，然后她就那姐妹就去找了一位兄弟，就叫了每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点小事，我们必须要行为，即使没什么，那也那个时候的味道很强，即使第二天也都可能闻到那个气味。我想爸爸真的是在保护，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慈善，不仅仅是这个和平村，对，这是对这个所有的进修的中心，大家都要注意这个事情。我真的感到对爸爸感到感恩。我们有这个很好的体验，还有热巧克力，当然我们都要警觉。爸爸爸爸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事。Of course, that person will realize and would have gone in front. 那个人可能会认识到，去到爸爸面前，说我不想重复那件事情，但是呢，发生了，那你也不能擦除。你可以看到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更加的警觉，像说不要重复那样的事情。有许多的事情，今天的牧里也在说仁慈、纯洁的骄傲。Mercy for juniors, what would constitute mercy for equals? And is there ever a question of having mercy for seniors?有那种对长辈仁慈的这种，我想简单是一定在那儿的，因为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有时候就像大力江给过去这个身体不是很好，记得我自己在那儿，汉萨本没在那里，我有时那时候待在他的家里， Gentleman 会做，那是一件事情。让我们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在的，与其说这个长辈怎么能像那样呢，你忘记了那是一个旅程，那是会可能发生的，那就是我用这个简单和仁慈的两个词的地方。
在这两种情况中，我对大地们都有，我立刻就会知道今天某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记得在中心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个大地负责，那天晚上他必须要做一个大的活动，大地说让我们做的吧。大地家里说你 OK 吗？确定吗？我爸爸都没有担心，你为什么担心呢？大地古扎说我的爸爸都没有担心，你为什么担心呢？因为在那天晚上爸爸会进入他的这个载体。我看到的是他可能任何人都会发生，所以简单你可以称之为仁慈，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对这种长辈也是重要的。Suppose, you know, then it naturally follows that 自然的跟随。Yeah,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You know, 我不认为。Human body is human body, right? Right. 首先每个人都有这个人的身体，即便是环境。You know how we are able to help everyone, as Baba said.They need strength, they need hope. 每个人就像爸爸说的，他们需要力量、希望。有的人说，在这个之后，我所有的热情、热忱都没有了。Mm-hmm. Yeah. 你仍然可以做一些什么，然后热情、热忱又回来了。All the age, we have to be sympathetic. Yeah.所以我们都要简单。那非常好，非常感谢弟弟。October the 6th, merciful bestower. 仁慈的给予者，通过氛围和态度服务。仁慈意味着给予软弱的灵魂们力量和勇气。灵魂们的痛苦思想一定会到达你们这些快乐的给予者灵魂们这里，就像他们正在经历痛苦的波浪。同样的，让那些现在必须要做些什么的特殊灵魂们有特别服务的波浪，并且一定要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你们每个人都检查一下你们的检查表，看看你们做了哪些额外浪费多余的事情。普通的服务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但在当下要特别注意，通过氛围和你们的态度来做服务，创造特别的时间，成为一个特别的灯塔，给这世界的灵魂们带来光明和萨卡什。现在成为仁慈的，揭示你作为给予者的形态，仁慈的给予者，通过氛围和态度服务。Mercy means 仁慈意味着。给脆弱的灵魂力量和勇气。
The thoughts of sorrow of souls are definitely 痛苦灵魂的痛苦的思想一定会到达。你们灵魂们，这些快乐的给予者，这里。Just as they are experiencing, 正如他们正在经历痛苦的波浪，以同样的方式。让在特殊的灵魂里有特殊的服务的波浪，并且做一些什么，给他们一些什么。Let each one of you check your... 让你们每个人检查你们的检查表。That was extra. 你们额外的做了些什么？Ordinary service will continue anyway. 普通的服务当然会继续，但是在现在特别注意通过氛围和你的态度服务。Make special time. Be a special lighthouse.有特别的时间，成为特别的灯塔，给世界的灵魂 Sakash。Rahamdil Data Pan Vayumandal or Vritti Dwara Seva.रहम का अर्थ है निर्बल आत्मा को बल देना, हिम्मत देना। आत्माओं के दुख का संकल्प तो आप मास्टर सुखदाता आत्माओं के पास पहुंचता ही है। जैसे वहां दुख की लहर है, ऐसे ही विशेष आत्माओं में सेवा की विशेष लहर चले, देना है कुछ करना है। क्या किया? वो हर एक को सेवा का एक्स्ट्रा चार्ट चेक करना चाहिए.जैसे साधारण सेवा चलती है, वो तो चलती है, लेकिन वर्तमान समय वायुमंडल द्वारा, वृत्ति द्वारा सेवा का विशेष अटेंशन रखो, समय निकाल कर विशेष लाइटहाउस बन, विश्व की आत्माओं को लाइट दो, सकाश दो.Om Shanti.